送前女友回家，她让我上去聊会儿天。晚上收到别人发信息说我想你了，她跟我发了一通脾气，结果是她的手机收到的。这是谁手机啊？人家说李姐在找你现在。我知道啊，我家赖的。你这么玩就没有意思了吧？咱好聚好散，非得把事做这么难看吗？难看的事那不你做的吗？我干什么难看的事？他他妈想你都想到家里去了，你还想咋的啊？行，我签。签吧。在签之前再帮我个忙，完事就签。不，你没完了，咱别玩藕断丝连那套行吗？都是成年人了，你给彼此留点体面不好吗？最后一次。行，走吧。完事咱俩都互不相欠了啊。好。你又给他叫来干啥呀？帮我揍他一顿，你就可以走了。啊？哎，那我不存在你俩呀？怎么一干上找我来啊？我他妈青年队长啊！不是那个，滚！操不是，咱俩上回这就先认地了，咱就先不说了。但是你这回这咋回事啊？解释一下啊！我解释你妈逼，我跟你解熟吗？我跟你就他给我发信息啊？就他给我发信息说想我了。我哪天不想你了？但是我已经跟他说过我不喜欢他了，他还纠缠我。不是。那你给他拉黑不就完了吗？嘿嘿，巧了，我不让，我俩家有生意往来，他只要拉黑我，我爸生意给断了，让我爸去股票往死往死。啊，行，那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这么回事呗。那你还走吗？反正也行。不着急了。你不着急了，那着急呀？哎，啊。你俩上那边腻乎去呢？不是，怎么拿我当消防车了？光拿我泄火呢？啊！我承认，我追你的时候手段确实是有点卑微，但是的话，你是不是？我操！哎你！哎呀我操！嗯？哎我这么大富二代，你帮帮抽我嘴巴！哎呀我拿我当小猪使啊！告发！不是这个熊样，这他妈跟我抢媳妇儿？茫茫地处，后亦从来没远。